有邊個講嘅 ？Potential 俾你聽曬。有 potential。我聽兩首。我都唔把聲。你好啊，你好啊， Hello. 你好啊，我是 Ricky 啊，系啊，咁咧我哋有个节目咧就叫男生大改造，因为我觉得你好有 potential 改造啦，咁咪我就想你下一次嚟 busting 嘅时候可以 bust 得好啲，咁就我哋可以多啲观众，咪外表系重要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如果我有能力可以令到你嗰个样执完，跟住多啲观众嘅 eye catching 啲嘅，咁系咪 busting 都好啲先？是啊，是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改造个样子，我哋声质上面都可以交流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你把声本身的声底都挺靓的。咁睇下會唔會有啲空間可以一齊 crossover 下，咁樣又可能上嚟我 studio 咁樣，咁我哋交流一下，你覺得點咧？都但執咩真係得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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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快嘅啫，我一日搞掂咪啦，我三個鐘，你俾三個鐘我得噶啦。咦，你今晚 busking 喎？去邊度 bus 啊？尖沙咀應該。尖沙咀咩？我哋不如去銅鑼灣啦。銅鑼灣得唔得？得。咁我哋因為今晚要表演，我諗住陪埋你一齊去表演嘅。我覺得你完全係咧，台灣咧有個男仔叫做黃家良啊，你有聽過啊？有個叫 Edison Wong 嘅演員嚟嘅，好似佢啊你。做咩埋沒咗自己啊？你個樣，點解要戴呢副眼鏡啊？你有咩 concern 㗎？你對於你成個自己嘅造型？不如講下少少，即係平時。因為本身我已經翻工，所以可能要打一冷風，攞一路壓頭。咁但係你翻咩工咧？我做緊 AIA 嘅。你做 AIA 噶？所以你平時對客好多咯。咁即係呢個造型其實根本就係可以幫埋你翻工，我就本身諗住 busking 嘅啫嘛，而家你諗住翻埋工喎 ，OK 冇問題，呢個唔擔心嘅。不如我哋阿祖幫你剪咗頭髮先啦。咁我哋應該三個鐘時間，跟住我諗住今晚就帶埋你落去 busking， 咁睇下你嘅新造型係點先。有冇咁多頭髮啊？我剪完頭髮幾好啊，即刻露翻個額咧，個樣即刻精神幾多。起泡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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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似係咁進擊個髮型嘅起泡泡，進擊之泡泡。喂，但係洗唔乾淨喎，哥哥。咁就呢條眉唔夠濃密，因為條眉濃密啲應該會好 sharp 嘅。不過人是沒有完美的，那你有什麼心儀對象先？即是 你心目中的對象是什麼類型先？我們在這裡幫你招親可愛咯，可愛 OK， 可愛還有什麼？可愛得意啊，得意是小個我是最好的，小個你是最好的、okay。 各位觀眾，如果你都是單身又想認識他的話，是一個好時機來的，或者長情的男仔都是在這個坊間裡面偏少的。你玩这个劲 sharp 喎，你嗰个样。哇，你已经变咗第二个人啦。呢、這個造型去 busking 你覺得點咧？邊位嚟㗎？完全唔認得，同我哋第一日見嗰陣時，我完全係變咗第二個樣啊！阿古，我覺得係改造完之後就變咗咁樣啊！都係嗰句啦，我唔敢相信我嘅眼睛啊！喺邊啊？你邊個嚟啊？好難會自信都可以變成咁樣，點都扮到好啲。你最滿意邊 part？ 我髮型幾好。你啱驚唔驚啊？我覺得一陣就知噶啦。有啲緊張。係啊，人哋會對你期望好大，對於你嘅聲音咧，個啊咁靚仔一定係唱得好聽。咁我希望你繼續 keep 住呢個 busking 嘅 look 啦，又或者影多啲靚相，你睇下唔好埋沒你自己個樣啊嘛，係咪？好啦，等我哋下集嘅街頭改造再見。